当我作死叫对象哥哥。哥哥，你叫我什么？哥哥啊？为什么这样叫？因为你比我大，肯定叫你哥哥啊。不准这样叫。那我叫你什么？叫老公。老公。当我和对象冷战。该不会抱我？我不想抱你，我们还在冷战中。我冷得很。如果抱我，你不抱的话，我就会感冒，感冒就会传染。然后你自己要想，而且你感冒了，我就会很心痛。听说你们想看我把腿架在对象肩上，说来就来。对象为什么会腰痛？原因是这样的。瞎子有啊，有算了。